再次和香港中乐团合作，但是我想相隔已经好多年了吧，今天第一天排练也见到很多的老朋友，都很亲热。那么今天排练一天下来还是很顺利的，因为这些曲子也都很好听，其中一些曲子都是经典的作品，有中国的，有外国的。那么其中特别是有我父亲作词的那些歌曲啊，比如《情人的眼泪》啊，《春风吻上了我的脸》啊，还有一些《南屏晚钟》啊，这些曲子，我想香港的听众和观众都非常熟悉的歌曲。那么这次和香港中乐团再次合作，我想能够营造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一个气氛，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个中乐的美，和愉快的晚上。